今年入围最佳新演员的组成非常非常的多元，有来自马来西亚的舞台剧演员，也有从来没有表演经验的少年，以及从歌手转战大荧幕的，以及还有两位在电影路上努力尝试的优秀电影新血。哎，宇文哥，作为我们的前辈，你有没有什么想要传授给我们？既然你问我了，那等一下。接下来我说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。我热爱电影，我热爱电影，我认真演出，我认真演出，我绝不中途离席。怎么不说呢？我绝不中途缺席。好，都过去了，就像我们再也不能拿新人奖一样，都过去了。